据媒体报道，日前王阳明被曝与老婆蔡诗芸分居，婚变传闻四起，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复。近日有网友目击王阳明和蔡诗芸带着女儿垦丁度假，似乎为了女儿仍维持良好互动。且据蔡诗芸友人透露，女方仍希望维持婚姻关系，至少两人在女儿面前还是努力当个好爸妈。而王阳明日前接受采访时对于感情状况则表示，这件事情是他跟 DZ 私人的事情，希望大家能给他们一点空间。但是这件事情是我跟 DZ，说实话是我们私底下私人的事情，然后关于家人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家人的事情，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。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宣布，我跟 Dizzy 一定会宣布，可是目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。